看一下我们的第140组。140组单词呢，这组单词呢，想跟大家讲一组独特的记忆方式，那就是你们没有时间做逆序或顺序的那种转变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把呢单词表按顺序结成4个到6个一组，而编成一个小口诀，把前后顺序调一下，单词的顺序调一下，这样呢容易押韵一些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在单词表上给大家截出来的，8000词汇表给大家截出来的单词是6个为1组，对不对？那有个好处呢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，只要把后边记住了，那一背就是一圈。而 ipy 结尾的，咱今先不用理它，它跟它差个什么呢？就差个 p。对不对？前面呢是 er 结尾的，后面是 p 加个 p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单词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准备呢这样背，叫做前面是都是 tm 系列，叫只有 er， ipy 就不用背了哈，因为它是名词后缀，对不对？只有 er 是轻率，就是只有它的时候呢是轻率草率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 p 加进来以后变成了脾气，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背 p 写成脾，所以叫做脾气，脾气缓和和锻炼。第三个呢，你看一下，是脾气加了个 a 呢，就变成了燃料弹，它是呢一种画法，也是呢在呢蛋黄蛋在画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用画笔呢沾上颜料，产生一种半透明的效果，所以呢叫加 a 变成燃料弹。这呢 tempera 呢表示的是颜料弹，加 a 变成颜料弹，所以呢 temperamental 它到只在脾气上面加 a 变成了颜料弹。我再说一遍，只有 er 是轻率， p 脾脾气缓和和锻炼，加 a 变成颜料弹，再加馒头气质变，所以呢 temperamental 表示的是气质的性情呢，加了一个 mental 在里边，所以呢再加馒头气质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咱们看一下，变成了我们的气质的性情的哈，它俩差个什么呢？它俩就差一个馒头和 te， 对吧？变成了自制温和和适度的含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叫去掉馒头加 te， 前面一模一样哈，去掉馒头加 te， 自制温和和适度，所以 temperate 表示的是自制的温和的适度的。那看一下接下来呢，你看一下它俩差什么，它俩差个 rate， 差个 st， 为大家讲过建在 st 呢想成我们的街道，所以呢他们俩互相对比着背就很好背很多，叫去掉速度加街道，去掉速度加街道，动乱骚动暴风雨。这个顺序呢，是不是在字典在我那个叫做8000词汇表里面呢，给大家调整了顺序哈？为了相对押韵一点，我再说一遍：只有 er 是轻率 ，temerity， 对不对？脾气缓和和锻炼 ，temper， 加 a 变成颜料弹 ，tempera， 再加馒头气质变 ，temperamental， 去掉速度加街道 ，temperate。自制温和和适度叫 temperate， 对不对？去掉速度加街道 tempest， 动乱骚动暴风雨。好，再说一遍，只有 er 是轻率 temerity， 脾气缓和和锻炼 temper， 加 a 变成颜料弹 tempera， 再加馒头气质变 temperamental， 去掉速度加街道 tempest， temperate， 自制温和和适度，去掉速度加街道，动乱骚动暴风雨，差不多吧。好，那么这组单词呢比较难，对不对？但这组单词这么背的优点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不需要你们去整理哈，归纳。缺点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上面一个单词背错了，下面单词跟着也错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是按顺序增加字母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只有 er 是轻率 temerity， 对不对？脾气缓和和锻炼 temper， 加 a 变成颜料弹 tempera， 再加馒头气质变 temperamental。去掉馒头加 temperate， 自制温和和适度，去掉速度加街道 tempest， 动乱骚动暴风雨，让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些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一篇，叫只有怎么说？只有 er 是轻率 temerity， 脾气缓和和锻炼，哪个词？ temper， 加 a 变成颜料弹 tempera， 再加馒头气质变 temperamental， 去掉速度加去掉馒头加 te temperate， 动自制温和和适度。去掉速度加街道 tempest， 动乱骚动暴风雨，对不对？好。